其实，你从出生那一刻起，端什么碗，吃什么饭，爱什么人，一生会经历什么，都是定数。人生的剧本，你早在天堂看过了。之所以还选择这个剧本，因为这一生中有你认定值得的地方，所以别太为难自己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